啊，来到这一把，炒饭大师，太快了吧，哥！哎，为什么刚才一直有突然有东西蹦出来啊？就蹦一个卡片，然后我把那卡片可以召唤植物，那个卡片是哪来的？ 感觉是我有哪一只植物，它在给我铲东西。因为它那个卡片我也没放盒子啊。Q A W 点燃加速，B闪现 ，A 一刀 ，A 一刀。OK， 不交闪，他得回家了，他不回家就死。二级点燃换闪，三级闪现换头，有带灵光披风都可以这样用啊。这里就不要着急了，让他这个血线在线上待着。 这波他有唯一的活法，就是我 Q 闪进去越塔，然后他闪现操作我，就算没杀掉我，反杀不了我，我也会因为扛塔血量跟他差不多。咱们就保持满血打残血，他玩不了。千万不要赌，赌只的赌就是越塔了。你不越塔他就玩不了了。他以这个血量在线上，接下来补刀每一刀都很难。 现在就是慢性压榨他的发育，没事。你看每一个刀，对吧？防御塔都在吃，就这样运营下去，一两分钟就杀他一两次了，那是那个经济的差距。不用着急运。 不要妨碍我！啊，他还没回 ，OK， 你再不回，这种我只能说是慢性死亡，兄弟们，他这样越想不亏东西，他亏的越多。这种时候四的成语是啥来着？适得其反啊！这样只能说适得其反。一会打起架来，我去了战斗力比他猛。 现在他还是不回，那我们就不推线了啊！刚才我是以为他回了，刚才那种推到塔下的还不够折磨，就慢慢把这个线放在这外面，让他平A去补那种。OK， 好，这张漏了，黄牌定冰波，你的后排冰都吃不了。 这个知识主播怎么来的呢？韩服被职业选手折磨的啊，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的，学以致用，舒服了。只有傻瓜，妈<笑>韩服职业选手他们玩这，就是他妈恶心我的。 已经压20刀了。OK， 他不回，继续不拆。等他真的回了，我们就推线让防御塔吃兵。他不回，我们就慢慢推。然后马上升六，这波兵升六，升六准备越了。爆一点血，马上升六了 ，A 闪升级。 有兄弟说如何破局，就是这种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越塔不要越，有可能被秀。怎么破局？这就是破局的方式啊！ 这把刀，这只能我给机会，你知道吧？他没办法，他自己破局。我给机会，他才能破。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吗？这不是啊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是意外呀。 哇，从1分钟到6分钟的一个规划，无敌。
你让教练来行，他也是过的。Fake 来的，哇塞！六分钟之后行，闪灯了，就这波就是奥特曼了。还有蛋花，你这号真有毒，蛋花！我刚死了一次，我刚想说，我刚想说稳。预判我是吧？等我搬过去。哟，拉个刀，省个腿，省个大。我刚想说没事，就一个头而已。怎么4-11了，团队？我操，你这号好像被盯上了，蛋花。厄运缠身呢。刚才已经这号好像输了几把了，还是这样。干嘛？你能杀我啊？亏的，没事没事，稳住心态，什么剧都能翻。4-12了是吧？4-12了。哎，算了，卖了吧。赶紧加节奏，这现在不出幽梦抓人可能有点慢了。他没闪的，这波艾克方向有点多，他中路上路都能抓，上路是清干你的框。兄弟，慢点，求你了，啥都没你们送的快啊。走走走，兄弟走，就 A 号车 ，A 一下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拿了个1000也够了，稳住心态，真能翻，还好这波有幽梦，真的，这波没有幽梦我跑不过来的，未来可期。不长了，哇，不是，但关键是我们现在虽然杀一个，但感觉真的赶不上他们的速度啊。多杀几个大人头吧，一个顶两，上路还1-2，真难。按道理来说，刚才输了这个号，应该这把运气会好了呀。A， 哎，这有什么必要 A 呀、啊？哦，在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，这个人头得让的，这个人。没事没事。不要妨碍我。好残忍。好残忍，把我队友当猪杀，这下你跑不了了吧，谁还能救你 QA 拉个刀拜拜，去中去中去中，拉米拉应该在路上，但我应该来得及吃兵，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，加油 ，nice！ 哎，把兵吃了，我现在这个兵线吃了巨危险。沙弥拉过来，一刀，一枪，一刀我就死了。但又不能不吃，不吃的话一塔没了。好，这时候让他们回去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什么局势优势劣势，我觉得都不关键。关键在于我们劣势的时候啊，这个难能可贵的一个心态、啊、你们说呢，对吧，稳住心态，就主播这首心态值得学习一首，没毛病吧，同意的
这个神啊，扣个六，真能赢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哦，这差点漏了。把压力是拉闷了，舞台有点大，男枪不知道在哪。哎，这黄牌怎么定那么久？游走于刀什么意思啊？死！死！不死！这墙翻过了。我也追上了呀。幽木打开，我也被他消耗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马上翻盘。然后呢，兄弟，你骗我上去被消耗一波，然后呢？我听你，我信你个鬼，不懂。要不算了。我感觉下一波他队友来了，同样的方式我要死。时候就不要被队友带节奏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七次，他可能是想 好心帮忙，但他现在由于他已经死了很多次，他意识有点模糊，你知道吧？就他可能要做的是，但是他是好心，但是他的节奏不一定是对的。这种时候就不要强行跟他了，不然要毒打死。A 闪 W， 啊，严格追击 A 闪 Q A， 后撤步远程 Q W 挂上，阿米拉来了，走啊！快走，兄弟！快走，别在塔下等死啊！快走啊！快走，别在塔下等死啊，沙弥拉！我说的就是你小子啊！塔下等死是吧？一说了半天你不走 ，A W 挂上，海克斯闪没有闪现，不用挖后撤步远程 Q A。你小子啊啊！我劝了他半天，兄弟们，让他快走快走。游走于刀尖，再不走就要死了，他不信，那就死。刀盖的还在兜底，真要翻啊！拜拜。他 PP 下来呜呼一声，呜呼有啥用啊？谁来都没用，死。我凯南 PP 下来呜呼，我靠，也是给我养起来了。刀嘎的这把要收割了呀！还是那句话，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。咱们这一把翻盘之前劣势巨大，对吧？得在翻盘之前心态就稳住。咱不是说对面养起来我才稳住的，一直都很稳定。拜拜。大刀亵渎，
么说？炒饭大师，你值得拥有，兄弟们。稳住心态，真能翻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尊严在上路。不是，哥们，你把我车开哪去了？哎，你不开半天没也无了，你玩啥？叫你出门去，叫你检测油箱什么的，就挨一些毒。他没油了，你都来了，开到下路也不撞。开他干什么啊，兄弟？还不如在中路拆一下。来，拆上路。这把有一个好处就是曹冲拿下了，拆塔比较快。开局劣势归劣势，资源控得好就行。无处可藏。打一下，怎么段位？看段位 ，Vgame 显示了，这是几摊？这线感觉能杀一个，速战速决吧。快走，兄弟，别飞我！哎，我身上没钱。哦，金刚银，快走！快走！乌龙，我操，葫芦娃九一，完了，我超级加倍了，我靠！沙弥拉看到我这一千，我靠，巨兴奋！等我！哎呦，阿西！没闪了是吧？啊！喜欢交闪杀人，没事啊，一切都会有结果啊！马上翻盘。刚才他们这波把闪现都交了，已经结束了。这是卡吧，拿枪过来，没人飞，他也打不过我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又是你小子，卡牌来了，赶紧回。无处可藏。OK， 连续抓三个，继续。不要妨碍我。Your team
怎么说啊？快乐的抓单之旅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个，来三个，一键三连。来四个是什么？舒服了。起飞！你能相信开局3-11吗，兄弟们？总人头3-11还是4-12啊？压力巨大，真的。主要是3-11是6分钟，我记得。拿了命的送我哈，要翻了。这是你能待的地方啊！毫无意义。现在我就是土匪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18级了，22分钟，242刀，16-3-4，大刀吃兵，他的心态已经崩溃了。OK， 获得辅助的一个认可，好吧，这东西不保也得保我了是吧？行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你说起锅了吗？这啥啥没打，就 RA 建筑 A 一下 W 一下抽一下。翻墙 QAW 亵渎，喂，等一下 ，nice， 主爆主播炸鱼兄弟，你看这个框框好吧，大师炒饭大师，炸什么鱼啊？现在国服的王者都没人，这炒饭大师就是已经接近顶点了。王者一把游戏排半小时，1小时起步。